呢部系 Honda 嘅 Stream， 呢一部车就千八 CC 嘅七人房车。佢今次日本人特登引入嚟，因为咧我哋同埋日本改装公司佢嘉臣嗰边咧就见到佢做一套佢哋几适合香港市场嗰个包围啊，同埋佢哋嗰啲配套饰件。咁嘉臣佢哋系主要系做一个外观啊，同埋内装嗰个改装。咁佢哋走个路线就比较豪华啲啊。即係嗰個將架車嗰個級數就會有啲提升。依家一般可能俾Stream改裝嗰個公司，佢哋做緊可能係一個裏面嘅性能啊，同埋嗰個做個外觀係做一個跑車嘅形式有啲唔同。咁因為近年喺香港同埋日本，佢哋都比較流行咗一個豪華嘅路線。